大家好，我最近请了一位新的小助理，他可不是一般人哦。有一说一，他的手看起来是不是很有科技感？最近听说很多朋友都在晒 Mola M03 的订单，小助理也想体验一下订车。钢铁小助理点进了预订界面，哎，还挺认真的看了一下权益，点击我要预订。大家都知道 M03 的能力是对标200,000级别的车做研发，我们这个小助理的机器手则是对标了人手的灵活度跟触觉能力来研发。等等，谁给他付钱？还想人脸支付？我觉得支付宝还是要做一下机器人的人脸支付。这一次没办法，我来帮他给了。来人，给个特写庆祝我的钢铁助理预定成功。恭喜钢铁助理成为准 Mola M03 车主。哈哈，我们的小助理遇到了一点小困难，需要帮助吗？好的，不用。OK， 搞定。